那密云区呢，作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区，也是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。说到密云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密云水库。自1960年建成以来，作为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、水资源战略储备地，密云水库也是始终润泽着精华大地，也被首都人民亲切地称为大水缸。目前密云水库的蓄水量是自2021年后再次突破了35亿立方米，也为 首都的水资源战略安全提供了坚强的保障。执法的时候困难也很多，有的违法者呢钓鱼呢或者电鱼呢，所以很难抓到它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吧，现在我们的保水的力量、科技力量越来越好了。我们两艘无人机出去以后，基本上各两个小时把一个水库就转了一圈了。另外我们还有无人船，这无人船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主航行执行巡逻任务，而且呢在某一个区域能够长时间的值守，不受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的管制吧，实现了对水库重点区域的监控。还有气垫船，两栖使用，自由地穿越这个陆地水面，冬季的时候还可以跨越与冰水相接的地方去执法，这真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执法力量。